这支影片在 YouTube 上都获得个人参与节用10万观看，然后我们90万观看，然后在抖音上面有创造1000多万流量的观看。然后呢，今天我很荣幸来参加这个活动，就是捐血一代救人一命。所以呢，大家待会记得踊跃捐血，然后呢，每个人都好好做自己的做好公益。我现在这个是即兴片段，然后呢，我今天绝对不会把脸，大家千万忘记，我今天是来帮 Lily Blue 的小助手 Boy Camera。